大家好，是吧？今天我们带上移动厨房啊，去外面啊放牛啊。媳妇现在在那边放牛去了，啊，在外面放牛，伙食的安排呀，是吧？不要像昨天一样吃泡面，走。只看见牛，没看见人，在哪？就选择到这边吧。我去，地颠地颠，三周都倒掉了。上上上上上。我们先把米饭煮一下啊，刚刚家里提前洗好的米啊，直接放上去就。一吃啊，围在这里干嘛？牛跑了。我不是过来赶了吗？哪里？要赶过来吗？赶过来，那边有菜园。中午咱们吃什么呢？土豆，啊，还有半斤五花肉啊，土豆焖肉啊，给土豆削一下皮。走，你别把我的灶台掀了啊！你再检查看有没有肉，是不是？我来检查看你怎么煮什么吃。今天居然把灶都闷了。给五花肉焯下水。记录一下生活。忘了带油哎，这连大桶油来吧。不用油呀。到处一块去了，给来福吃，你真放进去是吧？没拿辣椒。哎，这个好啊，吃点清淡的多好。得了吧，哎呀，好香啊！好吃吗？嗯。开吃吗？少了辣。辣椒来，放这里。这个猴子在吞口水。啊，可以关火了。开饭了啊！虽然没带老慢料，那里仪式感要到位啊。哎呀，嘿嘿，吃住了。反正外面牛屎都是香的。牛屎，刚刚我铲一坨进去啊。看着挺好吃，本来就好吃，你看。嗯。啊。这个肉。哇，你看我本来不吃肥肉的，我觉得肥肉都这么好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先把菜要干掉是吧？饭是。
调成土豆泥，相当好下饭。嗯，这两块留给来福吃啊，狗狗也辛苦了，搞点这个。